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这句话来源于马太福音。And if thou wilt, remember. And if thou wilt, forget. 对灵来说，他的回答必然是 remember。不对，一个字母对应的二进位码有八位。Remember 有八个字母。如果全部转换成二进位，就有64位元。有，摩斯密码也是一种二进位代码。我们可以先将 remember 根据摩斯密码进行转换，然后用零和一分别代表摩斯密码的短音和长音。这样一来，转换成的数字就是010011011100010010。再把这串数字转换成十进位，就是39810。因为这是某人曾经和我立下约定时的凭据啊。他发誓说以后什么都告诉我，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，开心的事还是不开心的事。他确实说到做到了，什么都和我说，连我出国的时候都简讯传个不停。只可惜一别八年之后，他就把这个约定忘光光了。被锁在阳台上，被玻璃割伤，被威胁，他什么都不告诉我了。我知道是自己不好，消失了八年，让他不得不习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，也因此他才开始学会的逞强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不会再走了，只是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重新跟我定这个约定。
有什么事都告诉我。不管是被锁在阳台上，还是遇到了麻烦的案子，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，开心的事还是不开心的事，都告诉我。我回来了，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任性也好，寂寞也好，害怕也好，我会陪着你，什么都陪着你。说到做到哦。对了，有个地方我想带你去。去了你就知道。这样才好啊。来，手给我。好啦，门票已付，大律师就放心吧。白天的时候不是顾及别人没玩尽兴吗？现在可以痛痛快快的玩一场了。我们之间可没有什么身为大人要背的包袱哦。亲爱的华生，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回到童年放纵一下？好啊。没问题。
上来吧，系好安全带。